年，你毕竟咱人时间有限，啊，要用着有限的时间要去快乐，不辛苦的物件，不容易，你也是不容易。所以只有靠咱收钱去甲应回啊。哦，但是对着暂时的呢，拢真有感觉。你啊，为啥你讲对着暂时的？所以接到啊，挂在这，这叫有钱。这是暂时的。你讲啊，较早我去上班的时阵哦，打伫个汤井，啊，伫打伫个汤井无偌久吼，就改安怎？迄阵薪水拢直接入去扣做，头啊拢领现金嘛，啊尾啊拢改落去扣做。啊，过一段时间呢，就是迄阵我的科长就安尼讲啦，啊，入咧铺啊内底呢，啊咧无感无感吼。不管，伊讲个，我叫出来讲，啊呐，你发钱，我啊无安尼，拢去领现金来分啦，拢去领现金来分啦，安尼吼，我所以，啊，你到发薪水的时阵啊，大家拢啊，食饭一支啊，对，吼，恁也是，哎，伊嘛是真结束个，伊是看得到，哎，看得到啊，所以对着暂时的挑战当中，真感觉，哦，这个录音嘛，录音带着录音。就是接受咱拢会感觉到，所以一般人拢是咧享受着现在所谓，伊对着未来的所谓的永恒，所谓的不生不灭，一定看得到，伊是有的。如果是做太远的，所以往往拢会甲疏忽，会疏忽掉，哦，会疏忽掉。即便讲哦，咱今日咧收到，哦，啊，有当时咱拢会讲着，哦，咱今日就是。啊呐，超脱甚至得到，啊呐，一旦得到了，应万年超凡，不辛苦的，那个再来。但是有时候，咱那个刚刚来讲，啊，这到底什么意义？不容易。哦，但是咱第一时间在修正，然后，啊，所以咱众生皆埋在每个在这个空间间。啊！但是确实，这物件如果是咱真正是需要，这辛苦咱有需要，所以咱赚钱嘛是有需要，咱食饭嘛是有需要，所以呢，咱个想看大部分人，一个目睭八点开始天光，就是咧赚钱，哦，了拜六礼拜，拜六礼拜六，目睭八点就是咧赚钱，咧拼钱，所以咱有当时咱那个安尼讲啊。啊！你一个月是赚偌济啦？吼，啊！有阵时啊，咱来讲啊，赚三顿，啊，无偌济啦？吼，啊，赚三顿，顾三顿。但是呢，为着要顾这个三顿，我那可能变到平时对不对？吼，你卖钱够好赚？无好赚，啊，摇头呢？吼，啊，摇头，但是咱国家钱包唔够了。过年，我民国73的时阵。啊，搁做兵个，我就都嘛常常安尼讲啊，讲啊，即台湾的基因卡巴有无吼？哦，迄阵个经济成长率拢啊，感觉十分歹咧，真正惊倒人啊！哦，啊，即阵真正你啊，咱也准想要做，拢干有较济，事实有影。哦，啊，贫富是会差足济，哦，贫富会差足济啦。但是实际上到今即摆。这两年来，因为疫情来了，我做我这个，这个国宝级的吼，这个台积电做安尼前台过吼，哎，我前台，啊前台了，啊，因拢就讲啊，咱国内一寡这个啥，这个房地产，哦，较早当然房地产拢来去的，但是即摆台积电去到底摸一个所在，这个房地产就拢袂定。但是呢，房地产都几乎完全都真正讲薪水对低的啦，还是很少。但唔过，咱的经济成长率不那叫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嘛来看啊，即摆钱嘛是咧印卡巴，但是钢管无已经不一样，所以较早印卡巴是大家拢用得到，即摆肯定就无咧啦。哦，所以即摆看起来老实讲，咁啦，无简单。哦，不简单啦，所以较早人咧少咧，
迄阵吼，啊，呾三四十岁时阵，迄阵诶，啊，有一批诶少年，咱家讲叫做啥？讲叫做草莓族。哦，啊，佫佮来呢，佮后一批讲叫做啥物族啊？啃老。诶，叫做啃老族。啊，啃啊，啃老啊。到即摆讲叫做躺平族，咱佮捌听。好躺平。毋捌听过个躺平族，伊讲啊钱吼。都按那谈啦吼，都对的，就是房地产啦，啊，首先直接来说，咩艰苦啦，还是无，所以为着要拼三分，伊还分波落落苦的，哦，在这个行情当中，分波落苦，所以来讲叫做平的。啊，因为这里面，互咱产生着这个烦恼，因为世间的代志，人讲人心不如意的代志，十方地交，首先。叫安尼，拢袂照咱的意福济啦，吼袂照咱意福济，所以咱人的烦恼足济。哦，啊因为有这烦恼，所以变成定德，德，哦，亲像一个德加甲甲烦恼甲咱吞掉。哦，啊亲像一个骨质做安尼甲甲烦甲咱吞掉。啊，之所以甲咱吞掉，其实也毋是讲这外在的环境。佮安怎困苦的环境，咱总是咱还佫有三样通食，哦，还佫有啊，只是讲袂当讲像咱咱咱咱富足安尼尔，啊问题带出去对，出咱家己的这个心，啊咱的心是啥物心？所以咱老师伊讲一句话，真好，因为咱有慈悲的心，有眷恋的心，所以讲爱的慈悲叫做执着，啊情的眷恋叫做困。有咱的慈悲啊，啊，因为慈悲去了，咱执着什么叫做执着？执着简单讲就是讲，就咱只讲啊，这项物件啊，提条条，提条条，啊，叫的是讲怎样条的。咱什么物件，不管讲更加轻啊，咱若怎样，一十四点钟啊，都不管咱家提条，咱艰苦。嗯。啊，足艰苦啊！哦，啊，但是这个所讲就是讲啊，这个物件拢该控制对，控制在哪个心内底。啊，就当然艰苦啊，所以另外一个形式来讲叫做困囚，哦，困囚啊。所以咱中国字吼，听是不是？伊这个困字吼，原底的意思是啥呢？因为较早的人吼，伊带针汤啊，拢煮了鞋啊鸭吼在家煮家煮。啊，外口一定啊，拢会讲叫做篱笆怎啊肥啦，惊伊走水嘛吼，惊伊走水。啊，惊伊走水，所以伊会开一个门，啊，要嘛是爱出篱笆，啊，要出篱笆，伊开一个门。哦，这是一个门。啊，门咧下底佫加用一个茶怎啊加安怎啊盖？伊惊讲下底人慢，惊玉蝶啊、鸟蝶啊啊怎走？所以较解讲叫做困用一支茶，换一支茶，即安尼叫做。所以较早只是困的意思，一个困啥？一困伊就鸡啊、鸭、啊，吼、哦，咱较早饲的鸡啊、鸭、啊。但是呢，后来老早进电，进电变成啊，咱人关起来底，吼、哦，咱人关起来底，叫做囚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咧讲囚，一般就是啥物呢？是一个关关的人，叫做是囚。哦，所以也是一个有有形象的物件，我甲关掉的。啊，咱即摆囚会变成困囚，咱是何解外在物件就伫咱人的心怎甲咱困掉的？所以咱会困艰苦。好人讲人生是苦海，毋是讲干来即个心有外在物件咧苦，有生老病死咧苦。咱遐个万千为苦，求得的苦，莫问是苦，哦，爱变的苦。啊，这物件拢当是新的物件嘛，啊，所以好，这个新的物件就话个咧困住你嘛，吼。所以，动物上那有个执着，就是叫做轮回，那就是轮回啊，因咱放袂记嘛，哦。所以呢，咱常常咧讲讲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心。咱人拢有习性，拢有秉性。啊，咱人习性、秉性拢会随着咱来业，就会增值大。
啊，大肠了后咧，放完了了，会叫做转世，转世，佮甲大肠转来。哦，啊，所以就变成所谓的一个轮回。啊，所以咱过去啦，你讲无修吼，还有痴的惯，即条顶顶即个物件咧，哎，安尼会继续变轮回，会艰苦个。哦，很辛苦呢，真正辛苦啊。啊，所以咱老师讲一句话，伊讲对一句。讲世间上苦是啥？轮回，吼，轮回啊！为什么安尼讲？咱人哦，若准讲哦啊，食百二岁，食八十岁，食七十岁，哦啊，若准安尼回转去，转去，吼，那一般人讲哎，啊死就煞，啊死就煞啦，啊死就煞，就啊准煞，吼，不管咱么艰苦啊死就煞，对，就拢轮跑起，即个轮回啦。但是死敢有煞？啊死就是无煞，因为咱咧都有咱一寡业生子。甲咱困西做啊，甲咱困条啊，还再在轮回啊，咱无修过在轮回啊，所以即世人苦无修，后世人同款在苦，安尼，所以呢，你啊咧苦未了，所以咱老人家讲，讲世间上界苦就是轮苦，哦，轮回苦，所以因为安尼，过去二三十年前，伊咧做过，然后。又做一块电影，伊安怎做呢？讲一块叫做土拨鼠节啦，哦，啊伊个片名叫做《今天暂时停止》，今日暂时我停，安尼啦，啊叫做土拨鼠节，啊土拨鼠是哪？只手面只只，这叫做土拨鼠啦，土拨鼠。啊为啥物有土拨鼠节呢？因为伫美国吼，伫北美遐大。过来种哦，伊到到每一年的二月初二，哦，已经，这是呢，类似咱的所谓的庆典或者是什么啦，吼，啊，已经有百几档啊。啊，每一年啊到二月初二的时阵，哦，拢会抓一只土拨鼠来，啊，然后大家看，看这只土拨鼠伊的是有影无？土拨鼠的影无？那准有影，表示讲哦，今年呢，这冬天会办啦，特别办。哦，佫继续逐礼拜。啊，若准无影咧，就讲已经开始咧春天啊。哦，啊，当然有准无准咱毋知啦吼。啊，但是到即个地，叫做世上。啊，到今年即个呢，你是主角。哦，啊，伊个名叫做费尔。哦，叫做费尔。啊，就伊拄好伫个二月初二个时阵呢，要去访问，因为做一个主播新闻记者对。啊！要去访问这个庆典，这庆祝节，哦，啊！当迄个庆典了后吼，伊迄一天，我忽然间落大雪啊！啊，落大雪了后，怎啊袂当回去啊？只好挂伫个当地啊，个旅馆内底，哦。啊！即摆伊就当旅馆内困啊，佮困佮隔天醒来了后，哎，伊看顶面的日历吼。奇怪，来个2月2号啦，感觉就是二月初二，感觉奇怪啦吼，啊奇怪奇怪，啊即摆然后伊就开始说明了，伊就出去，吼，伊规日内底，伊所遇到的人，包括着所拄到的这代志，包括着伊含人烧的代志，哎，奇怪，咱拢含长同款啦。完全一模一样，哦，啊，但是有啦，安尼过啦，安尼过咧，到到迄天困伫咧底，赶快困伫咧旅馆，哦，伊那赶快去落去大西啊，啊，所以去困伫咧旅馆，啊，当伊困旅馆，佮精神太了，哎，赶快去二月初二，啊，所以连续一段时间足长啊，啊，所以伊赶快安尼过迄个日子哦，安尼伫，那伊咱即摆讲讲这个轮回嘛，伊再轮回，啊，赶快的代志，哎，伫咧轮回。所以，互伊感觉互动实在是够压榨个啦。啊，为啥物我拢感觉拄着感觉个物件，啊感觉伫咧拄着即个代志，感觉伫咧生气，伫咧发脾气，啊感觉人伫咧烧只，所以呢，啊经过遐久啊，是安怎拢感觉伊个，所以伊个想要用自杀，要来解决即个代志，就用自杀个代志吼。结果呢，结果伊讲伊要自杀哦，不然自杀袂起，啊自杀。我来看看浙江，安怎？还是2月2号，所以到尾也无法度。
有伊个话，道理拢真大，伊在思考。啊，思考啥？啊，我到底是安怎解脱这个艰苦？后来伊就改变伊家己，伊袂想要，迄即时阵伊就袂想要讲去改变外口环境，外口环境伊无法度通改变啊。所以呢，就改变，改变伊个个性，改变伊自私个心，改变着伊这个带这个脾气毛病。啊，所以会当有一种宽容个心，有一种爱心，保有自私自利个心。啊，所以电影做到尾就是安怎，一个很好的结局，哎，可以讲跳过啊。跳下去，切三，这个叫脱离轮回啦。嗯。哦，这个是脱离轮回。所以呢，伊这人家其实咱个情况嘛，吼，咱个好好思考一下。但是啊，咱一寡代志，哦，伫咧家庭内底，哦，包括公仔某啊啦、弟仔囝啊啦、吼，大家新妇啦，吼，等等，或者是同事之间，敢若亲像当时啊，拢咧办咧就同款咧代志啊，为着咧家庭咧，咱家为着钱。也来关心，哦，啊，大家辛苦为着你煮菜啊嘛，真系不会，哎，啊，原因你可以知道，因为彼此之间个性拢无改，脾气毛病拢无改，啊，所以逐天拄着，只要面临着同款的代志，啊，是不是同款都发生？啊，所以就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用心因为。啊，你伫咧方面内底，伫咧变卖，所以就咱是讲，我们在努力，我们自己变。啊，实际上安尼是做比较艰苦个。啊，所以其实吼，咱人都唔爱安尼啊，啥物人爱艰苦，无爱啊，所以拢希望会当改变，啊，众生嘛希望改变，但是呢，却无去做改变，即个艰苦。我的意思在讲啥呢？所以改变就讲改变这个目前咱所遇到这艰苦，但是无要去做改变，会互咱解脱到这个艰苦的这代志。包括就讲话，咱今日上班，遇到事，解脱唔到，但是拢无要去做这个，无要改变目标。啊，所以就再来轮回，再来轮回。所以呢？这个故事，说咱是着一只狗啊，啊只狗啊，一天吼，死了，啊上帝啊问讲，啊你有啥物愿望无啦？只狗就安尼讲啦，我有啦，哦，做狗也好啦，啊想要做人啊，哦，啊上帝就答应也好啦，无你，无你去随时做人啦。但是呢，这只狗佫一个要求讲，啊当我出世做人的时阵呢，啊迄个所在。晒糖椒，刚刚我听错，我不晒糖椒，所以我就讲我改不了姿势。而且你个性不改嘛，你讲你变做人，你要改变，你靠会改变袂？对啊。哦，就咱像咱一只狗，有一只狗吼，伊嘛看讲咱做人较好，伊卖做狗啊，啊上帝嘛答应伊啊。但是讲，甲这只狗讲啊，你有一个条件。伊讲啥物条件？讲你这只，你这个狗的尾吼，爱切断。哦，咱一般咧讲，讲狗就是咱人的祖先嘛，吼，是不是？啊，多菜，菜伊机会啊。我讲你要做人哦，啊，这个尾啊切落断，我叫你对啊，你想想的，啊咧想较清楚的哦。结果咧，迄天伊吼，甲伊上面讲，唔嘛，我哪要做狗？伊安那讲，我是安那无爱做人，你就咧做人嘛。伊讲，我若要切一个尾哦，一定作品，都好来，安尼啊。我其实伊有想要做啦，但是呢，伊唔敢将这个尾甲切断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人讲实在，咱拢有咱想要解脱到这个艰苦，但唔过，咱确实唔爱去改变咱自己的习性、脾气毛病，安尼咱讲的，就伊爱轮回啊。啊，其实改变是艰苦，无毋对啦。哦，就是讲，哦，咱爱食肉，哦，爱食肉，你，啊，就讲爱肉点食过，哎，因为咱的习性就是安尼，哦，啊，就讲逐工啦，你讲这肉食会足好，啊，毋过呢，嘛知影讲，啊，食肉就是安怎，咱会去接受着，
就是引导好用。对咱来讲是无好用，但毋过偏偏咱就爱食。好，所以呢，改变一时，改变是艰苦的，是艰苦一时尔。哦，你是过去都惯习啦。哦，你是过去惯习啦。啊，改变一时是艰苦尔，艰苦一时尔。但是咱若准无改变呢，艰苦一世人。嗯。啊，艰苦一世人，有当时啊，毋是呾一世人，生生世世，哦，生生世世，哦，所以呢，咱今日来了解一点，咱既然要想要改变，来去做改变的代志。所以，你过去种草的时候，种掉时阵，哦，种掉一个诗人呐，叫做杨焕。那有一个朋友，后来又出家，叫做德伦行者，林家的，这个林家林就其实就是对于的师傅来尊称啊，叫做德伦，哦，德伦行者。那因为在十年前呢，这个德伦行者呢，伊刚刚讲了，挂在这人世间真济烦恼，代志真济，所以伊嘛干呐，会当离开着这个空间。啊，要去出家，啊，看遮个呢，烦恼、痛苦，一撮无去个，所以呢，伊就决心去出家。啊，经过十年了后呢，这个杨万里，你也看起来拢奇怪。伊虽然讲衫穿个无同款，也毋过，伊个习性、脾气、毛病，甲十年前完全拢是同款。所以呢，伊就讲。我写一首诗吼，伊但是伊嘛知讲，伊伫个庙里内底有哪种认真伫个抄经，而且抄经呢，用到啥物程度？用针伫个读过，所以甲讲，立过抄经内容个，是伊依旧一头个，家世二玉求道书，用了家世书用到这个方式，你抄十工，十工个。当然，咱认真抄，但是呢，实际上你单抄经尔，你并无改变。哦，咱分伊做伊所会留这个经典互咱，咱讲经经食经也是路经，是要咱行，是要咱做。但是咱拢单抄，拢完全无对着这个经典的意思去甲了解了了去是，去改变咱家己。所以十年了后，你嘛是不干咋干惯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嘛是同款在咧怨叹啊。所以唔才讲家世二局情多事，而且阿未去出家之前咧，伊感觉啊世界上奈阿济话无问代志。但是成了家世了，阿发觉啊同款啊，代志佫较济，吼佫较济啊。安尼像去出家食菜，够进步，敢若够进步，足够进步。啊，人众生就是安尼啊。我有真侪人吼，咱台湾的离婚率吼也是蛮高的，哦，啊，无离婚啊，想要离婚呢，也是有，哦，无奈是有啦，无奈是吼，啊，所以吼，有真侪人啊，其实很多年轻人，啊，只要讲爱看对，啊，结婚的那个啊，真侪，所以啊，未结婚之前，感觉讲哦，啊，就结婚了，可能就是。公主跟王子结婚过得快乐幸福的日子，啊，所以拢希望讲，啊，我结婚了后，咱过家己过快乐。我跳入去，啊，跳入了后，结果呢，夫妻之间的，要啊过得了较好个，就是讲爱去经营啦。哎，也是算经营，就是要吸收啊，彼此之间的嘛是拢爱吸收啊。哦，你毕竟来无同款的这个家庭内底，大家拢有彼此毛病。啊，所以也需要磨合啊，但是无希望要改变，啊，结果呢，当然就是变成啊，加上花价，就是加一价面啦，安尼，啊，就怨叹，所以嫁出去了后呢，也是讲娶了后，希望讲，啊，我若准无娶，啊，讲无钱在落，所以嫁入来了后是变条，哦，啊，未结果是变离，啊，人就是真难熬过，哦，都无熬。咱有一个朋友，好几年，
较早的人也无啥物通过石头通做啊。啊，较早捌去石头路，啊，石头路吼，拢住无偌久，啊，就咱人无住，感觉讲一间公司歹，吼，啊，遐个太多事办，拢逐个拢不礼拜安尼啦，啊，歹斗阵啊，安尼，啊，所以不是嘛，头家。啊，到尾啊嘞，伊去改名，真侪人甲讲啊，我伫改改名，啊改改了吼，看会较顺利个安尼啦。结果嘞，改名了后，本来是共款，啊到即摆，还阁是一事无成。所以重点连着一搭，是咱都改名啊，会当互咱去改变命运嘛。咱心无改，到发大嘛；咱个性无改，到发大嘛。即便讲咱家己开个公司，也不一定外国人建立嘛。哦，所以呢，即段话是要甲人讲啊。咱今日，咱知影讲即是一个方面加进，但是呢，如果咱若总无要去改变着咱家己，咱就会停留在红尘苦海中不醒，哦，会这样子。所以咱老师呢，伊就甲咱教功夫。那时候你讲我爱控他，放下成年吼，咱所以咱先听听几条歌啦吼。
下红尘哦。啊，放下红尘到底是安怎？你爱去看，就是爱看看咱心中的风景。伊毋是讲看看着外口个，看看着咱心中的风景。啊，咱心中有风景无？有啦，咱的心中风景，所以咱老祖来讲，我只听条歌，讲放下尘缘，遁入空门，贪嗔痴爱，不再生根，放下风景，遁入空门。贪嗔痴爱不再生因，所以心中的福田就是啥？就是贪嗔痴爱。咱咧讲啊，讲第个三条因就是贪嗔痴爱，哦，还是那个加一个爱。所以呢，放下这个因缘，并不是讲放下了外在遐物件，咱拢懂嘛。哦，啊，遁入空门，嘛毋是讲。哦，咱入去就是内底修炼，安尼叫做是遁入空。所谓空，空的空是已经这是一个动词。所谓动词就是讲来排除掉，甲把啥物排除掉，甲这个念头排除掉，把这个贪嗔痴爱、贪嗔痴爱来排除掉。哦，甚至爱排除到啥物程度，爱不再生根啦，卖阁互伊生根。因为咱若做够会生根，人讲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所以修道就是讲，咱随时爱观自在。我咧讲菩萨，观世菩萨，哦，观自在菩萨是咧观照着咱自己的菩萨。啊，要安怎互咱的心会当自在？啊，就是爱放下着这个贪嗔痴啊，卖。所以呢，人有句话安尼讲，讲人生上界大诶意义就是放过咱家己，啊，放过咱家己就是爱咱家己。但是呢，包括互我知啦，有当时啊，咱连讲迄爱家己拢无影，其实拢无影咧爱家己。我是安怎安尼讲？咱有一句话安尼讲，讲自讨苦吃，哦，你苦是安怎？是咱家己讨来。啊，为虾米互我安尼讲呢？例如讲，咱较歹生气，咱较歹怨恨人，咱较拢讲来啊，咱较歹产生嫉妒的心，咱也毋爱啊。因为不管讲是生气也好，脾气歹也好，或者是讲嫉妒人也好，或者是讲怨恨人也好，其实这拢艰苦的是啥物人咧艰苦？家己。啊，是拢家己咧艰苦咧，咱家己艰苦，但是咧怨恨嫉妒。哦，包括生气拢是，咱感觉讲别人诶毋对啊，结果咧艰苦是咱去艰苦，啊你后下咧爱咱家己啦，没有嘛。所以人生上界大诶道理就是爱安怎爱放过咱家己，爱咱家己啊。哦，所以我们要爱我们自己多一点。哦，爱不出实际行动，贪嗔痴爱不再生根。哦，啊要安怎卖互生根？第一小宗内底，伊讲，我咧，咱个修道要抓咱个脾气毛病，就咱亲像鸟仔咧抓鸟鼠共款。哦，咱来看这个图啦，这上面这是华丽华丽树林里面，哦，咱华大迄个所在嘛，就是广场。啊，多一挂小朋友伫遐踢球。啊，这个人咱姿势也敢做人啊，很帅气无？啊，手叉歌，啊，啊，即款跨头前安尼过，啊，啊，结果咱敢知伊咧创啊？不知哦，我无看到，咱不知。然后咱个看下哦。伊咧用啥？你太卡油啦！他们在踢足球，啊，所以这个小朋友是做什么的？手球门。啊，一个手球门的，所以一直整个这风机就讲爱球啦，太我爱个动个，第一条就第三条走过，来讲看历史吧。啊，较早修行人，你讲啊，你爱修道，你定咱自己目标来定，咱亲像鸟啊，直直定了。
他在了也了了，起卖人跟他们也了起了。啊，伊在厝吼，拢用土钢厝，啊，所以拢变成鸟鼠仔坑，鸟鼠仔拢会避于鸟鼠仔坑内底。啊，所以鸟啊，准备定鸟鼠就避咧鸟鼠仔洞的外口安尼，目睭金发发个，哎，等下甲你注意哦，包你啊走出来，来你啊来啊。啊，所以鸟鼠仔就安尼跑咧跑跑，等下你若准走了，或者是讲你若拄久咧，我爱走出来。啊，所以鸟变定鸟鼠就是安尼战战兢兢啊，拢是要心。用啊，观自在。哎，啊，咱即摆咧修道，要让这个贪嗔痴爱不再生根。哦，要爱咱家己咧，当然咱就是了啊，一个点啊，了要持观，随时观自在。啊，这个修道功夫啊，但是咧，这个功夫讲实在，要很有意志力啊。那该提起毛病了，该等了，好。有当时啊，咱就是我听道理，啊，家己用五百，听起来咱真是足简单，但是代志拄着了，马上就安尼。我发财，咱真像咱人，咧行路啊，脚去踢着石头安尼共款啊，完全没有思考啊，踢着了，咱脚就甲爱话啊。啊，拄着代志咧受用，咱晓得啊。不如意的代志，或者是无介意代志，咱一声就点出来好无？来就是。这个是跟着咱的我们的习性、我们的脾气毛病。啊，其实这空，会发生这代志，其实拢对咱家己较好处，完全没有啊，完全没有。我来讲修道到底是咧为啥好？讲实在，拢对咱家己好。所以咱爱咱家己，爱较济吼，尽量甲咱的脾气毛病。所以咧，咱若准这脾气毛病愈少。但看看到心中的风景，哦，安尼咱才有法在风景中不疲倦。哦，基本上风景就不是啥物好感好，对感对完全没有。哦，他拄仔咱有甲伊讲过嘛，钱也好，或者是伊倒也好，伊无有啥物对感唔对完全，甲伊在讲啊，咱安尼比较舒服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唯有看到心中的风景。风景就靠我到通随缘安顿，真正我到随缘安顿，靠我到自在快乐的，啊那不咯，很难，真的很难。哦，所以咱讲水啊，水它就有办法随缘安顿。伊个即个任何即个物件内底，放伫三角会变成三角形，放伫会变成圆形，放伫不规则形状，它就变成不规则形状，这个叫做随缘。哦，但是所以那阵讲很简单，容易做吗？不简单啊，不简单。而且安尼讲，咱即摆的生活啦，物质生活啦，虽然讲有诶去趁食足艰苦啦，但是总是比过年加好做侪，是毋是安尼啊？至少可能要进步，较早也无车，也无学倒摆，哦，听伊讲啦。几啊十年前，若准备买地，拢当时爱行路行几啊十公里，然后搭，啊人嘛一个去，一个买地无。听伊讲啦哦，咱过去哦，咱一贯道，就浅省。迄阵买一台学倒摆，啊足困难的啊，很少哦，很少，啊拢从家己骑一台踏踏车，咱有一个。坛主，哦，黄金坛主也是咱人有捌熟悉啊，不一定啊，是咱王经理的因素啦。伊捌安甲我讲，哦，因为住伫湾岛呢，是伫较庄稼的所在，哦，啊是伫厂内底批注，所以若准备倒去岛呢，就是讲爱经过个农路啦，啊，较早农路到吼，即摆淡仔较好势，没有。啊，所以若阵天若落雨咧，就是安那，人比较无闲啊。包括骑脚踏车，到我都行，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当时啊，若阵出门咧骑脚踏车，啊拄着落雨，啊倒倒来比啥？哦，有那把拄着雨。骑车。我比骑脚踏车咧。不是骑脚踏车哦，是用比用脚踏车骑。啊，嘛是爱对啊。你睇下，我睇下你安尼办得到咧。哦，
就做一样。咱甲想看卖，然后咱讲咱披星戴月，较早咧上班，拢话咧透早四五点咧出去，是啊，啊暗时啊等到咧暗晡，暗时啊了后咧，都已经作晚，哎，迄阵大家拢话咧上班咧电话吼，哎，我没有说什么，没有说什么，所以咱啊就讲，其实啊，咱啊头拄仔讲。咱来去讲，即摆要培养较早，有办法嘛？很难的哦，现在开始困难啦。哦，即摆来讲，迄较远的所在，咱讲，啊无人甲咱载咧，啊无安尼哦，安尼就重咧，呵呵，话尔是毋是安尼啊？咱讲买想办法，我无听人家来，我无办法调调，无办法。当时行调，即摆有感觉讲啊，咱真做无方便，没有错啦。当时咱真利益较济哦。但是如果咱若讲依照即摆即个环境，吼，安尼年纪加在再高发数，会中啦，不一定哦。现在已经处在即个安尼个环境内底，已经惯习了，哦，已经习惯了，习惯那种环境了。啊，所以咱即摆我们就要切去思考一件事情，就讲咱即摆环境是毋是拢永远会当保持？不知道呢。咱老师都讲，讲一句话来讲，咱即摆咱的年轻在拢是十倍速度咧退掉哦，啊随时拢伫咧退咧。啊，咱即摆现在即个大环境世界，伊伫咧变迁，包括着即个气候啦，哦，甚至咧人员天灾人祸啦，伊变足紧个。咱只变到，互咱拢总唔知影。哎，有那是十倍速伫咧变咧，感觉好清淡，拢袂正常。我们敢保证吗？哎，感觉保证讲袂衰变难做吗？不一定咧。迄若讲咧，像迄个、关心啦，讲一个安尼心肝内红，心肝内红咧，一粒炸弹，迄个核子弹都袂用，就开始啦。控制袂了嘛？控制袂了。啥物人抓袂住？所以咱即个看，看乌克兰含俄国咧战争，咱像咧看伊共款哦。其实伊是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咧，伊战火之下，咱是咧逃生咧，啊对当听道理袂？咱袂当啊，袂当啊。所以咱即摆就是讲，哦，来，咱讲生理，生理开始，生理，忧患，生理什么？生于忧患，生于忧患哦，是安乐的，我不会，到现在都没有。生于安乐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咱即摆开始做防寒，好，这环境，啊嘛不哩，我这环境若最湿气的时候，要安怎？咱敢有当定定安尼吗？咱莫讲发生大灾的啦，还是战争啦，哦，其实咱食这个是上少。是啊，你，我那，你互相一个人，我来，我来帮你去改变，去接受。啊，那咱是一个含着一个痛苦钱的内面，所以咱拢要有迄个心理准备呢。哦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去随缘？咱所谓的随缘，咱都唔是讲哦，我从一个好的环境来，对我来随缘，咱不，咱不是安尼。哦，所以，咱。这吼，你咱看袂出这是啥物物，这是变数啦。啊，对，变数，然后咱去把它放在去正常所在，然后用这块变数。哦，伊本来有几条，迄条，咱即摆咧较实在话就马克，马克，哦，本来这个来借。我一定是投资的，他去，但是增加，伊人伊在用的是这款啦。啊，所以像这款的，咱真正讲到咱，咱若今年伊遐济个，啊，都五五十几当前哦，迄阵咧用美索同款。哦，迄若咧咧打吼咧，都对起了后，就通一个。哦，啊，下底拢咧，咧烫啊。
听咧听，安尼，啊，即马刚都有，已经没有了，啊，即马搁叫咱用咧，我们会习惯吗？没有，那没关系哦，哎，但是你可能都得晓得那个用这个，哎，这个啦，所以咱看你准打气的时阵哦，可能爱早班，早要找着钱，因咱起啊搭较一个单块路，啊，早要找着钱，还是要先去拜访。拜吼，你拜吼，就那一问，哦，一答白数你可以一答，哦，啊，因为遐个人吼，其实袂无白数，伊就大家互伊安尼啦。你对后壁面，后壁面去啊，后壁面去，啊后壁面去，实际上无白数，伊个意思就是啥物？野外。哦，野战厕所，野外啦，就是安尼啊。哎，啊男生哦，说实在的，比较方便女生就不大方便。真的是这样，啊，但是呢，也是爱去适应，不是无，因为咱已经惯习了，讲每日都变啊卫生的啊，也做一啊熟悉的环境来滴，要适应还是要一个时间，哦，一个时间。这呢，这是我阿公那边拜访客人的时候，阿爹坐坐啥？坐公车，哦，现在公车啦，搭公车。因為他搞定他一隻三點鐘，哦，多三個小時，啊，因為禮拜要去，啊嘛唔知講伊的車放到底先做安怎嘛，啊，伊的時陣，所以班車已經，哎，有人攏已經坐去啊，啊坐去呢，咱都有迄個車長，啊，有車長哦，啊，講咧坐對一搭，伊同他，咱這伊啊，用咧是毋是？叫咱坐牵牛号，这到地方门吼，迄个就白沙边啊，这个就是河岸啦，这个就是后水吼，这就是后水，啊这边啊，伊就坐一排，我叫咱坐啊，哎，因为咱其中有个坤道先生吼，伊他体格很好，打，伊打起了后来发病啊，试试看啊，坐落去了搞掉的，好，这作业吧。我调呀，啊，人伊换人，人毋是咧，哎，阿善，所以，他没关系，好啊，但是咱真实的，都比较好，这个好点，好，好用，太好，这样不行啊，拢买啦，咱过来坐坐，后摆去等，去等电话接，安尼啦，哦，哎，讲马进啊，马进好，都是咱有驾驶，你讲马进啊，好买，咱过来等，哎，啊，做一天就坐后摆啊。帮病毒物业，好、哦、有位置的，哎，你平平平拢拢兼干这个，不是在云南无好，因为云南人较细啊，比较少。啊，其他的人咧乌咧开，有一堆干嘛，就是做这个，哦，一就搞一边啊，这他妈在做点做面。但是呢，一坐也是前，这个脚拢顾不着头一个上面呢，头一个。啊，拢听听听，啊，不过啊，拢无听到，因这人咧，咧安怎咧抗议啊？是安怎？没有，啊，他说，哎，你，他习惯就是这样子嘛，伊的生活就是安尼嘛，哦，伊的生活就是安尼，伊嘛无通咱讲台湾地搞伊，伊也无来台湾，伊嘛台湾台湾的车就搞起来舒适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，哎。啊！而且你也看，人坐油仔边啊，土仔边啊，咧水间咧都有当。啊，其中我比较感觉较艰苦是对一条，就是三个小时都没有停下。嗯。然后一直到总站，咱人生无第一站，这样爱爬，爱想要爬，爱都无停，爱一直走一直走啊，都没有。到终点站才下来吼，那你那个那前程吼，哎呦啊你，然后哎呦苦啊，肯定是要靠命苦的，啊你卖煮包咧，不要你讲啦，你开玩笑讲以后啊，可能只好来包月租啊，那包月租啊，哈哈，那我不应该要包啊，爱包月租啊，啊这类人诶，要哪一类人就要你。因为根本都无路嘛，啊，这是咧收钱的人啊，第二才开始在咧收，啊，所以他们已
已经习惯那种，也不是代表讲伊个境界习惯，而是他们是习惯这种生活。哦，啊，但呢，看已经养成惯性哦，伊这个真正是咱落去叫来点来，但是咱就讲咱要大概好多要大块样子。当然，世界各国比你的环境更加歹啊，那有啦，也是有。哦，啊，咱要大块人倒来，就是了，哎，咱这辛苦。温存啦，哦，冻袂掉，哎，那种辛苦冻袂掉，啊，怎么去？又不换众生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是讲啊，哎，尽量把我的欲望减到最，既然要开放，就要把欲望减到最少。啊，那无啥物环境都拢会，真的，好，来啊，过来从爱磨练我们的心。因为除了讲外在这个环境的变化以外，咱有一个人啊、事啊，其实也是一样哦。哦，当然咱台湾的道场也是一样啊。哦，或者是在，或者是讲在咱的公司啊、咱的家庭内底啊，啊，都会有一寡咱想袂到的代志啊，所以这个种经过磨练，哦，啊，所以咱若无经过这个磨练，咱外国水也难懂嘛，这变化是怎么啊？所以咱要一旦随缘安顿在空间中，不迷也不离，哦，在家出家，在庭离庭，懂没？咱第一个做就是讲要看破心中的火，再来就是讲咱来经过磨练，一定爱磨，哦，啊，愈磨是愈骨啦，我若无磨就是安怎，硬起。绝对是足艰苦啦。过来就是讲，虽然讲外在这物件，包括讲咱这个身躯，咱个功能就是身体，要唔过这个假够重要，还是很重要啊。你咱无这身躯，敢会当修行？会当啊。所以呢，咱有句话讲，上起始以用慧眼，啊下起始以用心眼。心眼。所以无顾不住，我爱顾巴肚，因为无这个巴肚来甲顾好势，咱那无就关心就熟悉伊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伊这是一个要互咱了凡的一个功，要互咱修心养性了凡的一个功。啊，所以咱今日这个把这个好啊，去教。哦，啊，教徒是讲要养性，哦，啊，去教。照顾好势，尽量啦，会当安怎，话都拄好，但是咱袂使去一条街，有迄个成家事，哦，当然咱人的成家拢有条，哦，啊，一家己来照顾，照顾好势，安尼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变来创生命价值，这个就有价值真啦，啊，价值有有形的价值，甲无形的价值，啊，看咱的对比少，啊，有形的价值是比较来。啊，无形的价值是太低点用的，它没有办法比较，哦，它没有办法比较。啊，所以有形的价值，当比较开了后，都形成出来。就咱前面讲，啊，一台车，啊，它都比较一台50万、一台70万，哦，它的价值都是。啊，那当然经过比较，那一台今日爱价值是啥物款的价值？是做无形。因为毕竟咱追求的有形的物件，到尾啊，就是互咱占着的尔，是咱的目标。迄是咱的目标，只是一个过程。啊，咱要爱是安那，是一个无形的价值，哦，无形的价值。啊，只要有背心，要就有价值。咱人人人才，现在我们要培养我们自己，要让他互人需要。啊，这个需要是啥？就是你爱当互人服务，都会使。哦。以苦得乐的需要，啊，这个才是我们今天修观道最重要的。那要让咱离苦得乐，啊，咱嘛是赶快要服人，离苦得乐啊。咱佛菩萨过去人的修行，嘛是赶快啊。伊不但是讲要让家己离苦得乐，嘛是要让这众生会当离苦得乐。多人佛菩萨人就活得真简单，伊用伊的这个生命，甲伊发挥到极致。包括了，就咱即摆咧甲看吼，咱咧看经，不管是用功经、佛经，用大学
经两三千年啊。那我即摆咱咧买眼球，迄个是不可不的地位啊。所以伊的精神，伊的价值到到即摆咱咧，拢个叮咚叫咱的。哦，啊，所以我们都有需要，平常我们要以阿兰的来买眼镜，然后我们就是要去培养，我要培养我们自己有价值。那个是讲所谓的这个有价值，就是讲咱爱有法度做出巨大的代志，啊，当开我当需要。所以咱有一个精神哦，讲。伊讲一句话啦，啊，可能也是他自己在感叹，因为嘛拢七十几岁，哦，伊讲吼，咱今日想到，啊，想到即摆，但是咱拢咧在讲红了服务壮增，服务壮增，啊，服务到期，但是后壁伊讲就讲，啊，我到底是要提什么工作？是打铁的，今仔叫做服务嘛，打飞车安尼叫做服务嘛，安尼敢无够？这样子够吗？我家己就安尼问下，事实有影。哦，有人为着要救人而苦，哎，咱像维国三分之啊，也是嘛。该救者，没有错，他有他的价值，也被需要。哦，但是这种价值是暂时的哦。所以现在讲，你救一时，到我都救伊一世，到我都救伊生生世世，没有办法。只是讲，互伊巴肚会饱尔，暂时互这身躯莫安尼艰苦尔。但是人有讲一句话啦，这句话是较歹听无对，但实际上是足道理。人讲，哦，好，伊讲艰苦诶人，必定有伊可恨诶所在啦。但啊，这句话唔难听无，就是讲好，你爱讲讲。做评价，这我们绝对没有歧视哦，没有。因为咱俩都以因果论来讲的话，造什么因就得什么果嘛。后来，然后就做评价，啊，你去做评价很笨。我们也要同情心啊，我们也是要，咱嘛是要施舍而已啊。但是咱当然是想要一时对无？你到了尾就讲啊，我今日为什么来做评价？他说讲，伊今日若是讲无法度通去了解着这个因缘，然后照着讲啊，只是我来做这招，也是希望讲会当解脱，离苦得到，所以改变家己。啊，你若有法度脱离着讲这个轮回啊，啊，你该修道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啊。咱要做的，咱听着你就是要做这个啊，啊，做这个敢要做？孩子们，对，要等时间啊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哦，你当一时都看到哦，这个效果出来啊，不容易啊。但是咱也是要做这个上解歹做的工作，啊，这个是平均解决啊。啊，我一时哦，咱这哎为了土豪的材料啊，不免纠结嘞。哦，我嘞一个钱啊不歹嘞，咱一个摆落天桥啊嘞，解决啊，咱咧纠结嘞呀。但该真正该管嘛，该发的人讲讲一时的啦，伊无计一点点钱的欢喜啊，哦，不得干这欢喜啊。但是真正艰苦也当该管嘛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咱这边就讲啊，我们要怎么去培养真正可以让众生需要的价值的，讲咱爱有款的能力，尽量培养。啊，这也是要互咱家己本身的当以后得到的一个原动力。这是互相的啊，互相的。我对众生有益，啊对咱家己嘛是有益啊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咧创造生命价值。啊，所以啥物人咧成就咱的价值？不破三啊，哎，不破三都很低哦。原来是咧，我咱家己破低都当帮助人咯。但是实际上，伊是成就出来的啊，咱手来去。咱手爱去伸出啦，啊！若有当来伸手到啊，啊无无头啊，我到尾有当来去那个，哦，来去那个。所以这个价值，成就这个价值，要靠那个在。
培养我们就是蛇性，哦，给他帮助救性。哎，所以呢，当时在讲啊，我改变了，我还是把讲我会当去变成大恶魔，难得丢。其实这个福报也是很少会来，即使有了，那也当机遇啊。我大家在讲点将不能再讲过了，这不是讲财宝，我是在强调的是，伊是在讲啥？咱有这得个根本，就咱讲一张树啊，同款，伊个根根定在了，咱后去甲下肥，后去甲抛草，后去甲压水，然后放放大，自然就开花结果啊。这栽培啊，就来啊。哦，啊，所以总总来讲，哦，咱个有咱个咱个祖先甲咱庇荫，哦，咱个老爸老母甲咱庇荫，啊，变成富二代，我们没有得。在在刚收袂掉，那收袂掉，所以讲得食分量，在食，哦，所以这嘛是从那边创造世界变得做你在那个，所以，当时咱对安尼讲，啊，我们要匠心，啊，做好人，啊，咱家己到底得啥？哎，有做都有啦，天公是足公平，咱看自己公平。哦，自己讲啊，咱用讲字很奥妙。讲下底这个衣裤啊有无吼？那就是一个师，主师的师啦，啊师傅的师啦，哦。你讲下底有唱这个师，啊，就是讲当咱无私心来为着兄弟姊妹做咱，哦，食咱的饭，啊，咱烦恼别人的工作的这个过程，哎。功德功德容易啊！其实当上天，咱无私咧做，当上天拢看甲清清楚楚。咱唔免去甲上天讨，伊自然就甲咱留了。所以咱光内底拢一定藏一个书内底。所以在佛经内底，伊在讲：为义不思，心义不忧，功成利禄义，福有义，喜义不喜。咱帮助人，咱无私心，我嘛要给你一条功德。但是我无这个功德，对不对？大家讲我无功德，这个是水到渠成的。那最大宝贵是大衣服的，不带衣服的人应该。那做主人呢？所以喜义不疲，哦，喜义不疲。所以呢，今日咱来了解一点，咱要爱到底是一个无形的价值。啊，这也是要让咱得到永生的一个足基本的条件。我们要哦，啊，这个班就安尼开开停停，停停开开，但是至少咱真正可以当一只，就是讲挂口罩较无方便，安尼较开窗户，但至少咱可以当陪伴啊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！哦，啊，真世界各国老实讲哦，以前拢老实讲，遐个，我就是国家拢在变着，现在香港都惨嘞，哦，转头去看新闻讲。讲伊就人，迄个病院内底啦，吼，迄护士、医生的办公室啦，竟然在蹲啥，蹲尸体，那太济人嘛。所以讲，即个所谓的轻症，但轻症啊，像一个侪无够医疗设备的话，到尾嘛，吼，变重症，无够，那可怜，哦，可怜。所以咱今日讲，来只听到伊有迄个意愿，咱要先来，要。真实，哦，比较真实。所以呢，有人拢会安尼讲啊，啊，我都哪有心啦、啊？啊，感觉一定拢爱来学堂，感觉一定爱来学堂。哦，我虽然无去学堂，但是呢，我心拢伫学堂呢。安尼就好啊，是毋是？安尼，咱敢捌听过人讲安尼？有啊，有啊。但是安尼，咱甲想，有一条歌咪即。伊安尼写，了，我吹过你吹过过的风，这算不算相拥？我走过你走过的，这算不算相逢？
即个比如讲吼，啊，像讲咱袂袂遐惊啦吼，就是咱厝内面人安尼讲，要失散去，啊失散去一段时间了，就开始咧找啊，啊咧找咧，拄好讲吼啊，像讲爸爸咧，拄好从一条路安尼行过啦吼，啊囝咧就是讲也是伫个个对后底安尼，我那对遐行过，但是无相拄啊，哦，但是咧伊吹过风啊，吹过啊，爸爸找唔到啊，即个里面啊找唔到。安尼算不算相遇？迄个顾客看了嘛，看到了，拢是呾很淡定。但是呢，伊拢吹着迄个风，伊吹过风也吹着。但是这样算不算相遇？哦，啊，我有行过你行过咯，安尼敢有算相逢呢？也没有啊，因为讲是三度空间啊，三度空间，前面就没有，没有。所以这个叫做错失良机，啊，所以不是讲，哦，我真有灵等安尼就好了，要付诸行动，哦，啊，但无咧，啊，心有灵等安尼就够，哦，要心，哦，心口相应，心身相应，哦，爱当会安，哦，所以咱来提醒，咱今日修法可以，因为毕竟咱今日当来了。是不是还可以啊？真的不知道。好、哦，到时候那边创作，但是也可以当，也要珍惜啊，还要珍惜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也是我一个简单的结论啊。吼、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可能爸爸到这边，啊，讲了一点不太所在，还是讲可能某环节，因为讲咱跟咱做，咱做这些大事吼，咱讲话积极。最后，祝咱各位身体健康，乐上顶。感恩。感谢讲师慈悲，请造一功，功道一。